半年都在提前付了，把系统修理好。那你前面有做吗？应该是什么？什么？有点差不多了，我们对，下一个就是管理。所以你这个管理要做啥呀？那个眼眼膜是要用的。然后我保定嘛，来一次过啊，提前付了。我上过了。Thank you.